回我妈一个微信，马上。晚上好，哎呦，我的刘海。然后，我其实有一个东西，看，因为我的麦克风还没搞好。然后我现在要干嘛？晚上好，会很亮吗？这个光？谢一壶春江水送巧克力。我刚回来，然后我直播一会儿，待会儿要去排练。哦，单推王来了，大家掌声欢迎一下，掌声欢迎。什么？这个大花衬衫不好看吗？今天小树，你们都不懂，只有小树懂。小树今天都夸我，你们都不懂这个衬衫。你们都不懂，我跟你们说，谢谢 RA 小色送出的七夕节快乐，这是带王赏花，对，谢谢。播到什么时候？没有，我其实是想回来唱唱歌的，你们等等我。然后我现在要干嘛？我好像只有一个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连接伴奏，然后，可是我的 iPad 没电了，我怎么连接伴奏啊？哇，这个好复杂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我给自己搞了一个麦架，哎，我给自己搞了一个麦架，谢谢阿呆送的星空耳坠，你挺喜欢这个七夕节特效的，就是带我赏花那个特效吗？谢谢 R 小色送的美人扇，好像没有办法哎，好像没办法，好像只能插一个伴奏，好像没办法哎，这是豹纹好吧，这是豹纹，瞪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，这是豹纹，这是豹纹，这是豹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别慌啊，你们的耳朵又会爆炸了，你们的耳朵又会爆炸的。让我试试看这个什么，谢五口三送的七块了，谢谢阿尔小色送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皇冠，谢谢，谢谢阿尔小色又送出了一个皇冠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七夕节快乐，恭喜发财，
谢谢，送出了一个浩瀚星海，谢谢这位，然后谢谢 RA 小色，又送出了一个皇冠，谢谢谢谢老板，七夕节快乐，恭喜发财，谢谢谢谢 RA 小色送出了三个皇冠。现在能听到吗？是不是很可怕？你聋了？混响好大！哈，哈，哈！混响关掉了。谢谢 RA 小色送出的皇冠，谢谢。好了，现在我把混响关掉了。现在把混响关掉的话。谢谢 RA 小色又送出了一个皇冠，谢谢 RA 小色，谢谢妈妈节日快乐，妈妈七夕节快乐，谢谢妈妈，妈妈真好，谢谢妈妈，谢谢 RA 小色又送出了一个皇冠，天哪，我今天这个直播前面完全就是来感谢礼物了，谢谢谢谢 RA 小色又送出了一个皇冠，谢谢妈妈，妈妈真好。谢谢 RA 小色送出的黄，谢谢老板，哇，就是因为送的太快了，所以感觉它加速了。谢谢 RA 小色送出的皇冠，谢谢。天哪，大家看到，大家榜一大哥 RA 小色啊，我今年的单推王，大家给榜一大哥点个关注好吗？哎，我们榜一大哥人好，然后呢很幽默，嗯，三观正啊，对我们榜一大哥。谢谢榜一大哥 RA 小色，对，大家给我榜一大哥点点关注，对，大家给我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啊，哎，关注一下这榜一大哥，哎，我榜一大哥 RA 小色，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榜一大哥，点开看榜一大哥只有七个粉丝，大家给我榜一大哥，榜一大哥只有七个粉丝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榜一大哥为人低调，所以他只有七个粉丝。谢谢大哥，谢谢榜一大哥，谢谢 RA 小色。不约我唱歌，谢谢。好的，榜一大哥想听什么歌，尽管说。榜一大哥，榜一大哥，榜一大哥。对，榜一大哥人狠话不多。真关注了，你们真关注了。对啊，我以前唱过《旅行的意义》，我把混响关掉了，好像不是很 nice。聋了，聋了，混响一开就聋了。我就就近拿一把琴，好吧，就近拿的这把琴，是旧的，拿这把旧琴来弹弹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这个月又就是。我给自己报了一个补习班，然后我又买添置了很多东西。旅行的意义，好的，我们先来调个音好吗？好的。OK， 请问你是要我跟伴奏唱呢，还是弹唱呢？谢谢阿呆送的浩瀚星海。我可以跟着伴奏唱，我也可以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弹唱。好的呀，好呀，这不巧了吗，这不巧了吗。我把它旋转一下。旅行的意义，我找个谱子啊。哎，旅行的意义，我那个歌词本上有。用，我先找个谱子啊。
Mini Love 没唱这首歌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比较普通，然后我感觉我可能唱过很多次，所以 Mini Love 就没唱这首歌。1%了，那有缘再见吧。我先拿一下我的这个，哎，好的。谢谢火火火锅送出的七夕快乐，谢谢七夕快乐。来吧，给我榜一大哥，给，等一下，我今天怎么那么快手？快手味儿好浓啊，今天快手成分过高。来，给我榜一大哥唱一首《旅行的意义》啊。这个衣服怎么了？这个衣服是豹纹，粉色豹纹，知道吧？豹纹。谢谢 ZQ 不是一字没送的七夕快乐，谢谢谢谢戴，他送出了这个七夕快乐是戴王赏花啊。去年的快手主播，大家很想念快手主播，好像见奶奶穿过，那你不叫我一声奶奶，是不是过意不去了？嗯，来啦，旅行的意义。欢迎，好，真的开始了啊！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我再换一次，别慌啊，朋友们，别慌啊，榜一大哥不要慌张。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。说不出离开的原因，你累积了许多飞行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，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，你拥抱热情的岛屿，埋葬记忆的土耳其，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
好啦，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起来奇不奇怪，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这个麦克风我耳朵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它的声音。喂 ,Hello, 啪啪啪。不奇怪。真的吗？我其实我很想开点混响试试，你们介意吗？我觉得你们很介意。我觉得大家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混响。为什么这个麦克风夹不紧啊？哈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可以试试看，但是就是要是大家的耳朵出现了任何问题，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保证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吧。对，因为它有点吓人。好了，很吓人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很吓人吧？会想。我这开了一点点，它就这样了，很吓人吧？孙燕姿的歌，孙燕姿的歌我不会唱，孙燕姿的歌我不会唱。天黑黑是孙燕姿的歌吗？天黑黑我会唱。天黑黑是孙燕姿的歌吗？如果我说错了，请孙燕姿老师的粉丝不要骂我。哦，确实是，是的，是的。遇见啊，遇见我不是很会。Let me try。我我试试啊，我真的不是很会这首歌，我只是听过，但我不会唱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，我等，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可以吧？我要不要把混响关掉啊？好灿烂的衣服，大家的这个嘴吧，真的，大家的这个嘴是真厉害，什么话说出来都……哦，突然好想吃番茄乌梅哦！我看到云姐桌上有小番茄。来吧，我觉得我可以的这首歌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，我等，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天傍晚，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。向左，向右，向前看。爱要拐几弯，我的爱要拐几个弯，安才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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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副歌，我找不着调了，我找不着调。我遇见谁会又怎样？我起低了。哒哒哒，我爱要拐几个弯，爱要拐
几个晚才来，我遇爱要拐几个弯才来，我着不着调儿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我好像起低了。不行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，我遇见找不着调，我找不着调了怎么办？找不着调就算了吧，唱天黑黑我比较拿手。前两天不是有人想说想听天黑黑，天黑黑也是孙燕姿老师的歌。先笑个够，别逗我笑行吗？别逗我笑啊。谢谢大河马送的飞书传情。放打一下嗝，胃胀气啊。我的小时候，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。那天的午后，姥姥的歌安慰我，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。听哦哦生活，新鲜的歌，新鲜的念头，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听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，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天黑的时候，我又想起那首歌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，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，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，我现在好想回家去。
小五找我连麦，我先拒绝一下，待会儿给他回拨过去，好吧？小五刚刚在找我连麦。哇，这个绿灯怎么样？漂亮吗？为什么拒绝？因为我在唱歌。我待会儿有谁去小五直播间说一下吧，说我待会儿给他回拨过去。算了算了，不要难为自己。哦，这个可以变成暖光的，好像。好的，谢谢谢谢我的房管，呵呵，谢谢库克，过去跟小五说一声吧，我在唱歌呢。啊，我想唱一首。嗯，这个很正常吗？我觉得我脸有点红红的。感觉冷一点会好看一点。我想找一个变调器。我的桌上有变调夹吗？请问？问你们也不知道呀。有的。怎么李珊珊也找我连麦了？我先接一下啊，朋友们。你想我吗？啊？你想我吗？我可以不想吗？也可以，但是我猜到了，你为什么不想我呀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你是谁。你被绑架了，你能把你被绑架了能眨眨眼吗？你看我这样像能眨眼的样子吗？能啊，我能看得到啊，大家看不到吗？大家看不到吗？你能给我弹个小星星吗？我给你弹小星星，那你能给我什么呢？我能给你一个爱心。我能给你一个爱心，比个爱心。你旁边是谁啊？我好想认识你旁边的朋友。我旁边朋友，我觉得我旁边朋友你肯定认识。大可不必。他让我说大可不必。我都听见了。他让我说不要是他说的，他说大可不必。我都听见了，你旁边的人说话说的也太大声了。你快说，继续。然后你可以给我弹小星星。你可以给我弹小星星吗？比什么？小星星？那你能除了你能给我比心，你还能跟我做什么呢？我能跟你伴唱。我能跟你伴唱？我不行。等一下，让我猜一猜，我觉得我可能猜出你是谁了。真的吗？啊，没猜出来。你这一猜、啊哦、你猜我是谁？他很可爱。他很可爱。他是他很可爱、身材很好。那这样，很白，很瘦。他是哪个队的？他是本部的。对、对对，是山东人。我是山东人，我的祖籍是山东。俺是河南的。俺是穆桂英挂帅。啊对，穆桂英挂帅。不知道这卡了。是呀。你能不能说一些暴露你身份的讯息？山东人呀、啊，山东啊。你说，我想加你微信。我想加你微信。好呀、啊。这样吧，你猜猜我身边的人是谁？不要猜我。你旁边的人是谁？我猜中了有奖励吗？你猜中了就是唱小星星。嗯，你看我先猜中还是你先猜中？你旁边的人是柯柯吧？啊！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猜中了？柯柯小一。嘿、哦！他还没有猜出我是谁呢。先猜中。
快点，你看可不可以？前辈好。不要不要叫我前辈。怎么了？不是因为我比较就是有。他现在端着一点了，他一般在那个在面前，他在可爱的女孩面前都端着点。对对，我这个人比较不要脸。你能放开一点，唱一个《宠爱》吗？不，你好可爱。现在这个节日，我们就是要把爱。热死我了，给你。把爱说出来。对，把爱说出来。你是山东人啊？我不是山东人，我是重庆人。我也不是河南人，我是成都人。我们的真的，我们对于语言学习的天赋真的是我们天赋异禀哎，川渝真的了不得，真的真的，确实，窥所防疫。他这里他马上就要卡了，可可一，他这我们中心的网很差的，因为没有设备，就是乘客每一次想不到该说什么，没有告诉对面该卡。你想想，你想。你很可爱，他卡了，他在装卡。乘客玩腻了吧？受了本次连麦，不行，我要打回去。怎么能拒绝我呢？为什么拒绝我？他肯定是我真卡了。真卡了，是被卡掉了。我们玩的这个是哪个团？是我自创的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叫一键乱连。我真卡了。你卡了，那没办法，那轮到我了。我连麦，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回事儿？这么卡？不会是不知道怎么结束话题，所以用卡掉然后来结束我的连麦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卡掉了，是真的卡掉了吗？怎么大家今天晚上都在整活呀？那我今天晚上不整活，就显得我这个人很无趣，你知道吧？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整活大师呢。他真的卡了。刺宝的魔爪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啊，不会，不会有人在李珊珊那边说让他小心一点我吧？每一次我，允允他们在公演吧？今天，陈科的魔爪，我跟科科已经认识了，我跟科科2017年就认识了，我跟陈科前辈在2017年就已经认识了。怎么有人发弹幕让我搞得很尴尬？中泰公演停掉了、啊、那跟我说了也没用呀，中泰公演停掉了跟我说也没用呀，我也不能凭我的一己之力让中泰的公演恢复呀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呀？认识的好早，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因为去拍水浊，因为夏日柠檬船。谁嘛？怎么能说人家没事儿干呢？拍水浊，哎，是真的呀！我感觉拍出去拍东西真的能认识朋友，就是像，举个例子。就是闹闹，我跟闹闹也是2017年拍水浊认识，然后跟闹闹的关系就一直很好，就是可以很交心的那种朋友。然后是的，水浊就是泳装，毕竟坦诚相待没有吧，我忘了，其实我都忘了那个时候。那个时候我本来，当时我们住的房间本来我是跟肥肥住一间房，后来肥肥去跟，就是因为好像他们是约好了要跟赵佳蕊一起住，然后肥肥就去跟赵佳蕊一起住了以后，闹闹就过来了，就那个时候就我跟肥肥住了一晚，剩下的几天我都是跟闹闹一起住的。害羞不敢看陈渊的水浊，那就别看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。小树，然后
跟丹妮、闹闹、科科，然后还有 NCC， 我们是住的一个大房间。我微博还发过呢，我说的是什么来着？反正我发了微博，当时我们走的时候，还把我们的照片 P 到一起了。那个时候，反正那个时候就大家都住在一起，一个大房间里边有厨房、有客厅，然后有几个卧室，然后我们是分的卧室那种。怎么能不看呢？看的羞耻，一会儿不看难受一天。我管不着你们，你们爱看就看，不看就别，就少说两句啊。好的，冷静，我很冷静啊，我很冷静的，我很温柔，很冷静。唱什么歌呢？大师来上个课吧，搜索一下《恋恋风尘》啊，不要唱那个什么吧。今天在车上还听了一首歌，是刘惜君老师的《我很快乐》。很适合情人节呀，很适合七夕呀，我很快乐，你们快乐吗？很快乐，我很快乐啊。我试试啊，这首歌没弹过。我怎么觉得这个？好像是可以的，试试。说有什么不，好像是可以的。我这跟我是豹纹，豹纹，豹纹，豹纹女郎，我就是。说有什么不能说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会哭，我不会难过。好像调不太对。衣服上的黑板是什么意思？我找不掉你。说有什么不能说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会哭，我不会难过。错，有点低了，但是我夹了我就觉得跟不上调呢。说说有什么不能说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会哭，我不会难过。做谁的错，谁能说得清楚，还不如算我的错。做有什么不敢做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，就算我的心总是流落，我下不离层离座。好像是可以的吧。落下不离层离座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
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都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做有什么不任性，怕什么相信我，不在乎就算你走了，若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再不会难过，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都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想的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然后等我调整一下 biu biu biu。 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烧掉你写的信，忘掉你喜欢的歌，帮助我的眼睛，眼泪掉不下来，我还是很快乐。耶，我很快乐，你们快不快乐？我很快乐啊，我很快乐。来吧，这首歌适不适合讲鸡汤呢？小五，电话，朋友们。哎呀，小五，我也有一个可以变色的灯，给你展示。来嘛，你看，你变了，你变蓝了。对，我又绿了。你又绿了。我又红了。你好红，口音，你的脸像个屎，你的脸像个大红苹果。挺吓人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瞎了。我们这灯不太一样，不过我的灯是这样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比较直，你比较圆。嗯，对。你在给他们弹琴吗？对呀。点歌的话怎么能点呢？都可以点，就是我就是你随便点，但我唱不唱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会不会和唱不唱是另外一回事。啊、对。那我想我能点吗？你试试。我试试。对，我试试，我想点个雨声残响。没有。怎么这样、啊、没有没有没有唱，没有唱没关系，能不能能不能跳，能不能什么，能没有唱也可以，能跳也行。你要求有一点多啊，这位朋友。没有，我主要是那天看了那个舞台。我看了那个舞台，我好想看看你原来那个完整版的雨声残响是什么样子。原来那个完整版是拉票的还是拉票的那个？我 B 站不是 B 站，我微博上有发过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好，就是编的不行。我现在成长了，就是成长了以后发再看自己以前的就编的不行。不行，那你不能拿现在的你否认过去的你吗？那确实。我看看，我好像是好像发过微博一个视频，对，2017年7月24日发的拉票公演没跳完的舞蹈重新发啦。好可爱，我倒是有看到你 B 站，我发你 B 站没看到雨声残响的练习室，但是我看到了你发的你出道之前在中心录的那个宅舞。哦，对，你没有删存稿的习惯，口一。什么习惯？就是删之前的投稿的习惯，就是有的时候我看我自己之前的投稿不顺眼，我觉得跳不好，我就给删了。哎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可爱，那个我录的很满意。对，就是我很满意。
我觉得跳的也还行，对，很可爱。那我不点雨声残响了，我能换一首回游鱼可以吗？也不会。今天是七夕，是不是一定要点那些比较七夕的歌才可以出发？我刚刚给大家唱了一首《我很快乐》。我刚想点《分手快乐》。可以啊，《分手快乐》很七夕啊，很正能量。你会唱吗？会啊，当然会啦。那我可不可以有幸带我直播间的人一起听一下？当然可以啦。当然来吧，朋友们，我刚刚是这样，我刚给他们出了个家，给他们来了个简短的出家仪式，然后我觉得就是用大悲咒做的那种背景音乐不太合适，我就用分手快乐就真正好。好，分手快乐啊！祝大家每天都像分手一样快乐。也祝我快乐，我被我的特殊嘉宾割掉了。那特殊哦，莫非是？我知道了。我开稍微开，因为最近新入了一个设备，所以我一定得用用。我开个混响啊！你好可爱，你开吧，开吧，你别说出来。好了，你把那些都吓人，挺吓人吧？这个混响啊，这么明显哦。对，它这个设备不是特别优秀，但是它也能用。没有，挺好的，我们用唱功弥补。给大家献上一首正能量的快乐歌曲，第一首可以演的。我还从来没有给其他成员弹。我好荣幸。你是第二个。还是七夕的晚上。来了，第一首快乐。好尴尬。鼓掌。我不出来，等等啊。我无法把你语言带去周全，有没有用？等一下啊，换一个，再来一次。丢人丢到吴博涵直播间了。我感觉这首歌是我唱给你的那种感觉，我就带入了。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，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？泡咖啡让你暖手，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，你却想上街走走。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，你是不是，我弹错了，没有要哭的意思啊。你说你不怕分手，只有点遗憾难过，情人节就要来了，剩自己一个，其实爱对了人，情人节每天都过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不想过冬，眼见沉重，就陪去热带的岛屿游泳。分手快乐，请你快乐，挥别快乐，挥别错的，才能和对的相逢。离开旧爱，像坐慢车。看透彻了，心中会是晴朗的。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。
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，你自信时候真的美得你会了吗？有，我好快乐，我好快乐。哎呀，这首歌真的，这首歌我在直播哦。哦，我今天听说了。你真哭了？没有吧？没有。你在发挥你的演技。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首歌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嗯。这首歌告诉了我们，不要谈恋爱，朋友才是天下最大的。有了朋友，你就什么都有了，知道吧？因为。你看你谈个恋爱你还委曲求全，但是你的朋友他却说，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苦痛，你的朋友多心疼你呀，知道吧？谢谢口一，谢谢口一，妈呀，不客气，谢谢这首歌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就是意思是说就算是被这个特殊嘉宾割掉了我也不要太难过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只是有点遗憾难过而已嘛。嗯，我还可以找别的特殊嘉宾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你只要找对了人，每天都可以有特殊嘉宾的。太懂了，太懂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没事，我已经悟了。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对，错过了一个特殊嘉宾没有关系，因为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。知道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吕一，吕一，什么？你不要叫我吕一，口一，我是塞纳河王冕。你怎么能把人给唱破防？你好厉害！为什么我都笑得那么开心了，你破防了？天哪，好扎心啊！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破防了？我没破。我房在这儿呢，你看我这房呢，我房哪去了？我房不见了。谁破房了？我破房了。那我待会儿下播了能来听听你的故事吗？天哪天哪，我这边有人说最后一个口口一参加脱口秀，那不行，我得找一个写手给我写稿。什么意思？你在暗示我？你在暗示我什么？女人，你有意思，你有点意思，有点可怕。没有，你昨天在剧本里面跟另外三个男人这样那样的时候，是我在保护你的孩子，你还记得吗？可是你喜欢的根本不是我，你喜欢的是那个男人。废话，我为了保护你，我就是为了那个男人才保护你的孩子，我又不能伤害到他的孩子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惊天地动鬼神的爱情故事？对呀。可是你为什么讨厌我？哎，因为这个店里最烦人的就是36号，每次我要和31号去做点什么的时候，这个36号老是跟在我们后面。我不过就是爱上了我的亲哥哥，为什么嫂子要讨厌我？因为你跟着我，我们就没有二人世界了，我们俩就不能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所以我今天我昨天晚上回来之后，哦不行，不能说，他还没出道。哦，那可以说是一个朋友。笑死我了。好，没有分手快乐这首歌，我需要支付什么作为那什么吗？你想支付什么？谢谢如云随行未来可惜的大河马送的应援棒，我想支付一点，比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一些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肯定不收钱对吧？我知道口一这么好，肯定不会收我钱的，你肯定不会收我。没事，发红包也可以的，微信、支付宝都行。真的吗？会吧？我以为口一怎么也，我以为口一应该是皇冠啊、发电啊这些东西，就太不合适了，都不会愿意要的。谢谢超科学家电磁炮送的浩瀚星海，你直播间来的吧？谢谢西西仔送的巧克力和秋天的奶茶，谢谢池塘男孩送的九朵玫瑰花，你们又可以了。
你们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又可以了？不知道呀。没事，倒是那如果你能够接受红包转账的话，你能够接受这种心理咨询的红包转账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你要跟我聊天吗？可以。嗯，我找水水聊过了，但是我找他还没聊好呀、啊。你聊过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倒也不是，就聊的是两个，主要是跟水水聊的，聊完之后会比较有净化效果，什么都忘掉了。但是净化完了还得治愈一下。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打游戏也需要一个奶妈加血这样的感觉。可是我不会玩游戏。啊，你只是打个比方。扣一，怎么回事？好的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没有，不，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。就是昨天我说那个采访，你记得吗？那明天你要跟我私聊还是在这儿聊啊？那私聊，那不能在这儿聊。采访和那个什么完了，我们就之后私聊吧。明天公演结束差不多，我给那个冉蔚录一个，然后就去找你，这样行吗？好的，啊，是明天晚上是吗？好，那就明天晚上见。对，那个阿姨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她也在跟我说，她说，我以为是你的。我不是我的，我怎么可能？对，但我然后我就很疑惑。对，然后但是他已经在楼下去拿号，那就不用拿过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妈呀！不知道哎，我还以为是挖鼻孔专用的。但想了想，谁有三个鼻孔也不太对。好的。明天见。明天晚上我们是先拍然后再聊是吗？拍的话倒是很简单，就那几个问题，估计十分钟不到就结束了。好。好，谢谢扣一。OK。你已经在直播了。哦、对。Jim Queen。对啊、好的。那我去看看。明天还有事吗？没了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哎，明天你就只有我一个人吗？还是没有？就是你和就是结束之后是你和冉蔚两个人。好，行，没关系。你要是明天有事的话，可以再往后拖嘛。我们往后还有事。没事，明天没什么事，微信聊吧，我微信告诉你。好 ，OK。拜拜。好了。嘴巴张这么大，你是说我还是小五？不是，我不是不想跟小五聊天，是因为他前两天刚刚找了水水，我就想着他肯定没有心事儿了。那他找过水水以后，他肯定就没有心事了，没有心事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结果他说又要找我聊天，我就在想他是有了新的心事呢，还是说，就是你们懂我意思吧？不是不想跟他聊。小五直播间的粉丝不会以为我不想跟小五聊吧？没有的哦，小五的粉丝，我没有不想跟小五聊。来。get 了，为什么？太好了，榴莲蛋糕，朋友们。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爱的 ASMR 环节。可是，好高级啊！对吧？嘿，我也搞了一个。嘿，高级，就跟你这个差不多，其实，只不过我是倒着放的，看。你看，我的设备，新设备。对。就是
这个是就是专门就是说话就是那个。没有哦，那倒就跟你这个差不多，只不过我就是假装这样。对。不错不错。对呀对呀。不是云姐才发现，是云姐刚回来。对，你今天才装上对吧？对，我也，我今天出去逛街了。是云姐刚回来。来了，朋友们。榴莲蛋糕。设备卷起来。我的设备。我觉得吃蛋糕根本没有办法让你们听到，给你们听一下挖蛋糕的声音。对啊，这吃不出声音来。哎，这里还有。胖了，我已经胖了。花衬衫啊？这不是花衬衫，你穿的这个花衬衫好像那个就是八零年代、那个。豹纹呀。对，就是那个爸爸，就是叔叔那种感觉在。豹纹，这个是豹纹。来，挑选。我想吃榴莲的。榴莲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胖了呀，明天上公演再看看，不会洒了吧？没有。其实今天我出去的时候，今天小树就给我拍照，他就说我好像圆了。我说我知道，我说我准备明天上了公演以后再看到底胖了多少，因为我没称体重，我想看看上镜胖了多少。我先出去一下，晚点来。其实我不太清楚你们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。能听到，不会有点杂。还是这样吧，我把这个收拾一下。我待会儿要去复习一下公演，因为本来今天要复习公演的，但是我跟小树去吃饭就没有复习，待会儿要去复习一下。我们俩相约舞蹈房。昨天大晚上听到肚子饿的声音，是听到我肚子在叫吗？明天不一定是全场，但是我现在昨天复习的是全场，但是明天我不一定能上全场，我得看情况啊，朋友们。我的手怎么了？
然后我明天要是上不了了，我在口袋房间说。但是明天我计划的是上全场。我12点下播哦，朋友们。弹最后弹一首歌，结束今天七夕节。过七夕了。对呀，今天出去过七夕了。没过呀，我今天去看那个《盗墓笔记》。电影儿。不是，是那个话剧。哦，我好像。最后一首歌用什么歌来结束呢？感觉能唱两首。可不可以不是？可以。来了。喵喵喵喵。挺高级吧。可不可以不想你？发生什么？你们没听到？你们没听到吗？我刚刚不是在唱《可不可以不想你》？你说不可以。我以为你唱的可不可以想你，我说不可以。啊，我说我唱的是可不可以不想你。可以。太好笑！你们别笑，你们不能笑，你们为什么要笑？你们不可以笑。对，很难绷得住，可以绷得住的。哎，我忘了我昨天晚上唱什么歌，我也一直笑来着。有谁记得吗？哦，洛丽塔。哦，在我问之前吧，没看到。可不可以不想你？我需要振作一下。七八七，再来一次。七夕要过去了，你还挑呢？七夕过了又怎样？嗯？七夕过了又怎样？说的像你们每个人都在过七夕一样。啊，好的，待会儿会看一下私密的。说静静说昨天剧本杀不叫他，我齐静说的。鬼，昨天我们专门有一个剧本杀的群，齐静就在那个群里。我昨天就在那个群里面说的，我说谁要去玩剧本杀？然后云姐这个行为在重庆话里面叫做答非北。打肥呗，知道吧？打肥呗，吃了。
挺好的，我觉得上面巧克力有点甜。你也不可能说不好，毕竟啥意思？什么啥意思？哦，打肥呗，打肥呗，就是，怎么解释呢？我百度一下吧。我其实不是，搭就是搭飞机的搭，飞就是飞翔的飞，白色的白。哎，对，就是飞。就是搭话，就是说多半是与自己无干的话，一般是多余的话。乱接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不管是什么事情，他都会答应一下，去搭个话。对，好了。那既然已经过了零点了，那就给大家唱一首睡前应该听的歌。睡前听的歌来了。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，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，宝宝巴士教我上厕所秘诀，我叫不起了，我要上厕所。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，上厕所时节约用纸，上厕所时不能玩玩具，上完厕所冲水哦哦。好啦，把这首我会自己上厕所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睡前和今天的夜晚学会自己上厕所。多大的我会自己上厕所，这首歌没有矛盾，他要学会自己上厕所。多大巨婴，大家都跟爸爸妈，这是宝宝巴士教小朋友上厕所的，要告诉小朋友们，上厕所时不能吃东西，上厕所时节约用纸，上厕所时玩玩具，哦，不能玩玩具，上完厕所还要记得冲水。但是其实上厕所的时候你想做什么还是能做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小的时候，算了，这些话说出来不太好，就这样吧，反正大家要记得自己上厕所哦。上厕所是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对啊，就是比如说你想是边上厕所边吃东西，上边上厕所边玩玩具，有人能管得了你吗？有人能管得了吗？你有养狗呀？哦，养狗的时候你上厕所狗会一直盯着你。真的？好了，朋友们，我要去，我先卸个妆，然后我要去舞动了。因为我今天跟小树排练对吧？对，那的确是要舞动。对，欠的账始终是要还的。哎，好吧。我家狗以前会了，它现在不了，它现在懒了。花衬衫，这不是花衬衫，你们怎么这个是豹纹衬衫，粉色豹纹衬衫，粉色豹纹。这是豹纹，知道吧？这是豹纹衬衫。好了。刚直播你就叫我睡觉，几个意思？好了，下播下播。我要赶紧上厕所。拜拜。把这个留下来。